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东。今日呢我就嚟一啲特别特别嘅一个 content， 你哋而家听我讲嘅呢啲话，你哋就知道我要拍咩嘢咗噶啦。今日呢我要带佢哋全部松妈冚唪唥嘅人同我一齐讲广东话，只不过我系用呢啲方式嚟拍一个 vlog 啫啦。我嘅广东话已经唔系好好咗，好耐冇讲咗，冇啫嘛。我唔知道要讲咩咗啦，我哋而家就去搣佢哋先啦。阵间有乜嘢我就拍乜嘢啦。Let's go！ Oh yeah！ 而家咧，我哋又嚟咗呢个。哇！你识听啊？哦，识。我识讲啊。有啲嘢。哇！你冇睇到成个番薯咁样，你识讲广东话？我哋广东人啊。哦。你识讲广东话冇？识听，识讲。你知道我今日要影咩冇？母猪，母猪，今日我要影咧，我哋成日都讲广东话嚟过日子。啊，乜事日子？啊，过今日。啊，听不懂啦，对不对？识听识讲。哇，用广东话过今天。OK。哎，佢真系傻閪嚟嘅，真系。哎，食屎啊你！你叫做咩？小红。似乎 OK 喎，今日用 vlog 咧要讲广东话。讲你好，你好，你自我介绍。我系小玉，我系智障。我哋啲细镬啦。哎，原来佢哋都系识半桶水嘅啫啊。智障同我智障啊，咩智障？我智障。Hello， 我可以同你影冇？听不懂。听到。你听唔懂啊？我识讲咩？我好中意你啊！我唔中意你啊！都系一个傻閪嚟嘅，我都唔知道要点样。一个两个唔识讲，算啦，我就自己讲自己爽啦。喂！而家咧就影嗰个轮子哥嘅一个 content， 要换交换礼物。我都唔知道要买乜嘢而家，我而家就嚟睇下，睇下有咩嘢可以买啊！究竟要买乜嘢呢？吓，好多选择咧喂！我已经唔知道要拣乜嘢咗，我就买咗有用嘅嘢俾佢哋。阵间咧就睇边个咧咁 lucky 抽到我嘅嘢，咁我要去揾佢哋。佢哋几个人我失踪咗啊！希望我买嘅礼物你哋会中意啊！你哋睇啊 ，UG 嘅包到咁靓，佢嘅盒又好靓，呢个系用心整。我都唔知乜嘢嚟嘅，好似一朵花咁样。冇喊啊，冇喊啊。啊，嚟啲，不过系咁样嚟啊，我哋嚟啊。我哋呢班 YouTuber 咧，拍曬嘢食飽咗咧，就係要嚟行街嘅。誒，派 vlog 啊！誒，派 vlog 啊！哇哇哇哇哇！哇，真係派 vlog 啊！哇，派 vlog 啊！哇，你先派 vlog 啊！哇，派 vlog 啊！哇哇！誒，派到 OK 啦，未派 vlog 啊？你講啊，講廣東話。我叫李女，我食飽咗。我唔知要点样啊，我有少少啫嘛，依家讲下广东话。长长，唔长我，而家是就咪同你讲广东话。哇！先关掉先，后面食得。我们先脱离一下广东话的计划先啊，你们懂吗？有意更打针嘞。拜拜，几次打针了？昨天的还没好没？还没好吗？现在哦，
我们刚刚骗卢子哥想做一个尴尬海，我们现在去到对面对面那边，你看他人已经去那边很远了。我们跟他讲说啊，你在对面那边远远跟我们讲 hello， 我们也跟你讲 hello 那种，就像那种尴尬海的东西。但你看啊，还怪跟我们 hello， 我们是完全不要去屌啊。哎，去哪里哦？哇，去更远啊！他跟我们 hello 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要理他。啊，自己一个人，给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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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问题啊，尴尬吗？尴尬。受害的人啊，我见得多，咁受害的咧，我第一次见过。Oh yeah， 依家咧我哋就嚟到呢个唔知边度啦，呢条粉肠带我哋嚟嘅，食乜嘢啊？我知。广东话点样讲？火鸡，火鸡啊，快嚟噶啊！鸡翅咧，鸡鸡，刀粉咧，鸡背，鸡背乜做啊？啊，咁样咧，呢条友咧，阿轮子哥又嚟呢度，顺便拍呢啲交换呢啲咩咩咩圣诞礼物啊，睇边个抽到边个噶，我话顺便影俾你哋睇啊，睇边个攞到我呢、這个包都唔似样啊呢、這个嘢，我跟你们讲。我们这班友呢，麻烦到从里面换到去那边，下雨又换到这边。广东话，我说，我哋呢入边换去嗰度，嗰度就嚟又嚟呢度，呢度啊上边呢系楼梯级。我这部影片呢，我不是不要不讲广东话，因为这两个傻的是完全听不懂，还有对面这个那也是听不懂，所以我还是常常讲华语啦。好，大毛抬头。喂。哎，你行啊！其实这两句哦，你可以用给两个人的嘞。谢谢，交给我来，你把你会的东西对我讲。谢谢。大反了嘞喂！哇哦！那我们一起拿，一人拿一块火鸡，然后我们来一起切。切切！耶，有耶！耶！嗯，哇！真好。哎，这个火鸡它的咬劲，很嫩嘞，它的咬劲。这个火鸡还是很嫩的嘞，而且哦，这个不懂是什么酱料来的。我记得我要空口吃，看它的酱料这个什么味道，还是有点那种酸甜酸甜这样的嘞喂。我现在跟你们讲个东西呢，虽然是讲我突然要这样正经点不习惯了哦。我长大之后，我是会第一次平安夜跟朋友一起这样子出来吃火鸡，很应节又一起吃火鸡啊，因为一起过圣诞嘛。就像我们这班一起在打平这的朋友。我们怎么办？我们来 YouTube， 疯，没有啦，我们一起蒸蒸日上的吃了火鸡，像火鸡一样这样活啦。现在是万众期待抽礼物的时间了，给你们看我送小羊的礼物。你这个是一点。哦，啊，这个东西其实我是想要送给每一个人都是可以用到。这个整的意思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在剪片，景象都是会很容易累耶。你累的时候你就可以靠住休息剪片。然后这个章鱼呢，它的意义就是你看它的脸吗？你剪片有压力没有 view 的时候，你看到它的时候，你就会跟着开心了。对，还有，你看为什么那边黑？咋的？我们黑眼圈。Merry Christmas, bro！ Yeah。现在我拿到 UK 的圣诞礼物，哇，这样很贵的感觉嘞，像波菲呀。哇 ！KF99 口罩，现在疫情真的很需要。哇哇，双压嘞，中了就实用啊 ！I love you, baby。又贵。哇 ，UK。有，刚刚让我那西餐店满位，然后又没有订到，到最后呢，我们下面人来这边吃的韩国烤肉哟，没办法，平安夜我们就来吃点 happy 的啦。来，干杯！耶，那个呢就打了疫苗，不舒服在旁边休息，可怜啊，可怜啊。啊，哇 ，best， 喝酒。现在我们已经吃饱了，其实里面东西好拍呀。我的 vlog 就到这边了，很开心今天23的平安夜会有他们的存在。谢谢你们到这边了，如果你们喜欢的话，别忘记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也别忘记订阅小羊。
文子哥、艾薇跟 Yugi， 我们下个礼拜见，来 ，Let's bye。